浩宇，你走。浩宇，你什么时阵要回来伊个上班？执行长的位置还搁在等你呢。照公司的规定，我有年假通好用，即马是我休假时间，你莫来干扰我。而且客户啊，我已经交出去啊。你若是要订业绩，你应该等于公司找客户部，莫来便宜啰啰嗦。DNA 报告出来啊，你敢无要看麦？来，这个报告对我来讲一点仔意义拢无。浩宇，就算讲你个安那无欢喜，还是无当改变，你是我亲生后生，属实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既然你是我亲生后生，当然是另作规章啊！你莫笑笑啊！无人会认你这款人做老母。你若是想要认亲，幼儿园内底有真侪孤儿，你会当去遐凊彩认一个。浩宇，你这囡仔来遮过劲啊！杨秀云即摆计两支脚拢袂振动啊，啊！你搁第个手条要创啥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以后……你莫跟我讲！你是在讲啥物啊？啊！张若兰讲啥物？秀云脚无度振动，是在讲真还讲假？医生讲，秀云的脊椎神经受伤真严重，因为刚跳倒来，已经算奇迹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阮秀英伊后半世人拢无法度搁再行路，爱坐轮椅过一生。这只会当怪讲伊运道歹啦，去拄着这款代志。啊，毋过别紧啦，伊命搁伫个，你着好好开口汤，莫搁补一寡有诶无诶来影响阮浩宇。江若楠，你搞定？你搞代志虾米人话？你搞诶代志人话？好起来，啊！医生讲应该是我的。你够白啊！真错啊！张若兰这种黑道的查某，你放伊出来是偌垃圾！我秀英叫你单身乖卡掉，你害伊无法度行路，一世人的残废在路易，为啥物？你卖伤小心嘛！秀英到今嘛，阁唔知影这件代志。林大爷，你不满意，唔通讲闹交。好，秀英才拄伊关门关回来尔，袂当阁生气起。好。秀英，你去送啥？我来了。我啉水。我来了。啊，来。妈，明慧，啊，你不是去买物件回来吃啊？物件嘞？都卖完啊。
妈，啊，你平时哪只歹看？哦，无啦，你妈心情不好啦。妈，巴肚枵啦，啊，物件拢卖完啊，无食着，心情不好。啊，对啦，小云，拄只护理师甲我讲，这两工你会当开始做一下简单的复健，安尼你进行流失的肌肉量，才会当较紧补上来。好啊，哦，这几天啊，一直倒伫病床，我真正感觉规身躯根本无力啦，搁安尼倒落去哦，我可能真正会无法度顶动。你莫安尼想啦，这也毋是你的问题。明慧啊，啊，恁哪安尼讲啊？敢是拄只医生有讲啥？啊，医生讲哦，只要你较紧做复健，应该真紧就当恢复啊。明慧是烦恼你伫病床顶倒伤久，你会感觉家己敢若足严重诶，其实无遐严重啦。啊，明慧，我你先带伊转去休困啦，啊。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咧想讲吼。啊！你这么乖巧，搁善良，啊！天公伯啊，哪会乎你受这款的折磨？我若想到这吼，我就很甘的啦。妈，是不是我想到足严重的？宝贝，哪会安尼讲啊？啊，无啦，小英，你莫想伤多啦。其实哦，是拄只你妈拄着江若楠。伊看到江若楠伫外口安尼行来行去，拢无受到惩罚，你妈就生气了。我真正足希望，迄个摔落去的迄个人是江若楠，互伊体会你的痛苦，看伊敢有法度擦就一斤安尼喊伊遐摆。好啦，明慧，你甲伊顾小云顾几工嘛忝啊，吼，紧去休息，我来了。小云啊，人生的道路搁真长啊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拢一定会陪你走，唔通烦恼哦。哎呀，我妈伊拢转起来，你今麦会当甲我讲，拄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那有什么代志？因为拄只开始到即马，拢足奇怪呢。你到底是啥物代志袂当甲我讲啊？是毋是我的状况无乐观？还是讲阮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小英，你莫有白想啦。就只是拄只你妈看到江若楠，伊就生气，啊，早已甲伊相拍啦。相拍？我妈哪会甲江若楠相拍啊？而且江若楠顶边哦，刁过伊讲一挂话，刺激恁妈，让恁妈对伊动手，结果又搁恁妈伤害。哪会安尼啊？后来嘞？后来柯贝阿姨有拜托安可处理，即马应该是无代志啊。啊，只是恁妈哦，看到江若楠，伊也是足生气，啊忍袂住，搁走去甲拍。讲来真正是安尼，我妈一直会足生气，啊，去不如甲我讲这个代志才对啊。现在伊拄只个病是安尼怪怪啊。可能是看到你受伤这么严重，心内不甘啊。小云，你即马只要好好休养，其他代志我来处理。欧巴。